今天呢，要讲解的是《楞严经》呢，最重要的一部分，但是呢，也是最戏剧化的一部分。所谓戏剧化的意思，同样的一样事，不断地反复地来征询辩论，为了要说明一样事是什么呢？是我们的心究竟是在哪儿。佛法呢，是为了救人的心，为了救人的心，先要明白心是什么，心在哪儿，才能够被救。我们现在看一看经文：复告阿难，如今现作如来讲堂，观其陀林，经何所赞？世尊，次大重阁清净讲堂在寂孤园，今齐陀林实在堂外。阿难，如今堂中啊，先何所见？世尊，我在堂中先见如来，次观大众，如是外望，方说园林，方说林园。阿难，如坐林园，因何所见？世尊，次大讲堂互用开阔，故我在堂的园瞻见。其实这一段话呢，是释迦牟尼佛跟阿难尊者在对白，在对话，互相的一个问一个答。佛在问，阿难答。问题是什么呢？问题是，请问阿难，你的心在哪儿啊？那阿难就是回答了。可是佛又在问呢，究竟是你的心在，究竟在哪儿？因此这个地方有三问三答。这个时候的阿难和佛正在祇俗寂孤多园。祇俗寂孤多园，这是一个大讲堂，是大丛林、大寺院。在这个寺院里边有一个讲堂，在讲堂里边正在说法。佛第一个问题说，你现在住在，正好坐在如来说法的讲堂里面，那你看一看祇俗寂孤多园的树林啊，现在哪儿呢？阿难说，世尊呐，我们这个大讲堂啊，是在寂孤多园的之内，而我们的所见的寂孤多园的树林啊，实在是啊，在讲堂之外。这个回答是似是而非的。我们比如说，龙禅寺在哪儿啊？龙禅寺是在北投区，没有错吧？那北投区在哪儿啊？北投区是在龙禅寺的外边，对吗？好像是对，好像是对，究竟是对吗？不对呀。再问呢，我们龙禅寺的大殿究竟在哪里啊？我们在龙禅寺的里边，没有错，
再问呢，那农禅寺在哪里啊？农禅寺在大殿之外。那这么聪明的阿难尊者怎么打了个糊涂的打法？但是呢，人呢就是这个样子的。下边佛又问呢，阿难呢，你现在啊在讲堂里边首先见到的是什么啊？阿难尊者回答，世尊啊，我在讲堂里边首先看到是你老人家如来，其次我就看到讲堂里边许多的大众正在听法，那么再往外看呢，就看到了讲堂之外的呀树林庭院，这是没有错的呀。人在讲堂内一定看到内部有什么什么什么，内部先看到再看到讲堂外的东西，这个是一段的伏笔。下边呢，释迦牟尼佛会问说，心在内还在心在外？心如果在内，你一定看到你身内的种种的东西，如果你心不在内，那身内就看不到了。也就是说，人在讲堂内可以讲堂里边的东西一目了然，可以看到。那么心如果是在身体之内，那身内的东西应该也可以看到咯。这个是一段伏笔。下面呢，释迦牟尼佛又说了，阿难呢，你看园林，你看到园林里面的什么啊？我呢说，世尊呢，这个大讲堂啊，窗子开得很大，我在堂内呢，所以可以呀，向外看，看得蛮远的啊。这一段话还是说，心在内向外看呢，世界都可以看到。这个又是啊一段伏笔。因为我们的心究竟在哪儿啊？心在身体之内，那身体究竟在哪儿啊？身体是在整个的环境之中，那心究竟是在环境之中，或者是身体的里边？如果说身体里边有心，因此呢，透过眼睛、鼻子、耳朵、身体的五根呢，感觉到、感触到、接触到身外的环境。那感触到身外的环境，究竟是心呢，还是身体？阿难尊者呢，这是站在一个一般人的感受和看法认识的立场来讲的。那在佛要告诉阿难的一个消息呢，是透过佛的智慧来看人心呢，不是有一样固定的东西啊，存在于身内或者是身外。我现在请问诸位听众菩萨们呢，我们的心究竟在哪里？一般的人都说天地，还有呢良心，就是指的我们这个中间的这个心脏啊。说天地良心，那就是说心在哪里？心在这里。有的人问你的心在哪里，摸摸自己的心，我的心在这儿，是这样的吗？真的吗？一般的人是这样子讲的，所以阿难没有回答错误。但事实上从
佛的智慧来看，这个心是心脏，是机器，它不是啊我们所讲的种分别心和执着心，以及呢所清净的呀智慧心，都不是这个东西。现在释迦牟尼佛所要告诉我们的，第一是指出人通常所认为的心是假的，是虚妄的，是因缘合合而成的。真正的智慧心，清净的叫做佛心，那是啊离执着离妄想，既不在内也不在外，它无一处存在呢，也无一处不存在，那个才是啊无忧无虑无挂无碍大自在大解脱的佛心，也就是智慧心。现在我们往下看，二十四尊在大众中数金石壁摸阿难顶，告示阿难及诸大众，有三摩提名大佛顶，首楞严王具足万行，十方如来一门超出妙庄严录，如今谛听阿难顶礼，复受持字。这一段的文字呢，是告诉我们佛现在要说大法了。说的什么大法？它的名字呢叫做三摩地，又是呢它的形容说明叫做大佛顶首楞严王具足万行，十方如来一门超出妙庄严录，这个一直下来到现在这个位置啊，就是叫三摩地的内容。这个三摩地啊，又叫三摩不地，是楞严大定的总称。定啊，有小定，小定之中呢，分世间定和出世间定。而佛的定呢，称为是楞严大定，是超出于啊世间定和出世间定。说世间定就是四禅八定，而出世间定呢，是在四禅八定之上，有一个叫做解脱定，叫做迷受想定，又叫做，这都叫小定。那么大定呢，是楞严定，也就叫三摩不地，这是跟小定呢说不同的地方在哪儿呢？小定呢有入定的现象，有出定的现象，而大定呢出定入定躲在定中，没有让你看得到它是啊入定或者是出定，但是它不管是动、静、语、摸，无一不是定。下边的这个名称呢，我们在讲《楞严经》的题目的时候已经解释过了。不过呢，有三句话需要说明。所谓十方如来啊，一门超出妙庄严录是什么意思？是说十方世界无量无数的诸佛如来，多是以这一个楞严大
大定的法门呢，来广度一切众生。依这一个法门呢，度众生的时候呢，已经呢是超出一切的法门之上，所以一门胜于一切门，因此叫它成为无上庄严的成佛之道。众生成佛可以根据啊这一个法门呢，就等于进入一切门、一切法门，而一切诸佛广度众生依此法门呢，就是涵盖一切法门，也超越了一切法门。所以只要一门就好，一门等于一切门，而且是超出一切门。不管是成佛之前的众生，成佛之后的诸佛，都是以这个楞严经的法门呢为最高的、最究竟的、最好的法门。所以诸位来听这部楞严经呢，实在是太好了。它是最快速，也是最广大、最究竟、最圆满的法门。我们龙禅寺有几个门，诸位知道吗？好像只有一个门啊。事实上也有不同的地方可以进来，那个地方有的是没有门，但是呢可以进来。我们好几个地方，从厨房那边也可以进来，从我们那个八九凉亭那边也可以进来，至少有三四个地方呢可以到我们龙禅寺来。但是我们呢最快速的、走得最快的、最近、最便利的路是哪一条？大门。所以这个就是楞严大定的大门。其他的路可以进来，但是走得比较慢，走得比较辛苦啊，是绕道而来的。好，这个大定是什么啊？下边又是经文来告诉我们了。复告阿难，如汝所言，身在堂中，复用开豁，远住林园，亦有众生在此堂中不见如来，见堂外者。阿难答言：师尊，在堂不见如来，能见灵泉呢？无有是处。阿难：如是。这地方啊，这是这一句这一段话呢，还是做的比喻了。佛问阿难：你知道吗？在我这个讲堂里边的人呢，可以看到讲堂外边景色，但是是不是也有人呢，在讲堂里边呢看不到如来，而这见到讲堂外边的景色呢？哦，阿难说：佛啊，不可能的嘞。但是佛说：就有可能，你就是这样的人。这一段没什么好解释的，就是这么意思。下边呢再念经文看看啊。还是佛继续的在跟阿难说：如知心灵，一切明了，若如现前呢，所明了心实在身内，而是先和了知身内，颇有众生先见身中，后观外物，众不能见心、肝、脾、胃、爪身、法掌、筋转、脉摇，成何明了？
如何不知？必不内知，迎合外知。这一段经文呢，是释迦世尊呢告诉阿难尊者说，心呢究竟是在身内吗？如果心是在身内的话呢，那我就要问你了，是不是有什么众生哪一个人呢，先见到身体里边的五脏六腑，以及见到自己的这个指甲生长了，头发长长，经络在转动，而脉搏在摇动，是不是啊？看得清清楚楚。事实上呢，任何一个人在生活里边呢，从来没有自己看到自己的身体里边的什么五脏六腑在动呢，自己的手指甲、脚趾甲在长呢，头发一分一分的在长呢，一点也感觉不到的。自己的筋络在动了，自己的脉搏在摇了，这个自己都没有感觉到的，自己根本不知道，就是在合作。你感觉到吗？哎，我感觉到很舒服啊，或者感觉到不舒服啊，除此以外不会感觉到自己的内脏什么动的形象都不知道的，但是自己对身外的事情看得清清楚楚，这个是事实。很多的人非常聪明，也很细心，所谓明察秋毫，而且呢细心细到啊，能够细如牛毛，这心啊非常细，这观察力非常的敏锐，哎，就是不知道自己有几根头发，自己甚至于不知道每天呢看一看自己的眼眉毛啊有几根，眼眉毛就看不到咯，眼睫毛掉了几根，长出了几根，谁知道的，请举手。一定说这个好无聊，那么自己的眼眉毛、眼睫毛管他的，但是呢我们就是常常管不相干的闲事，这管得蛮多的，自己长在身上的东西他很少管。这另外一个说明啊，就是我们自己的内心的活动啊，心的一种啊动向动态，自己是知道不知道？不知道。这是管到人，管到先生，管到丈夫，管到太太，管到其他的人，怎么搞的？你们这个怎么这样子啊？你们怎么这个样子啊？这个手指眼睛看到的是看到人，手指指的是指到人，很少看到自己，指着自己，这就是这个毛病。众生都有这个毛病，你们有吗？有吗？哦，就是佛所讲到的指出来的问题。这一段呢，这样子解释就很清楚了。现在往下，是故应知，如言俱了，能知之心住在身内，无有失处。这是啊，释迦牟尼佛继续地告诉阿难说，你说你的觉了而能够知道的那个心呢，知觉了的意思就是分别的意思，能知呢是啊能够知道，能够分别的意思啊，就是分别执着抉择种种的这心理活动的那个心。如果你说是住在身内呢，没有这回事。
如果你的心是在身内，你对你的身体里边内在的所有一切应该是了解才对。佛这么一问呢，他就想到，心不在内，大概是在外了吧？他也上当了，